而且可能大家会以为说好像公听之后就一定要去马上就送行政院，那我们其实好几次都有跟大家讲说，哎，其实这个意见来了以后，那如果我们这个条文大家觉得有像现在讲的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一定会再跟大家沟通啦。所以公听本来就是在吸收相关的意见，那看要怎么走这样。智慧局其实常常在办公听，那公听之后其实都会如果有改变原来的立场，其实都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表示意见。所以我想我想就是说台湾现在大家都变得好像要很对立，其实不是这样，这样对台湾也不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说要硬送，对，绝对没有说要硬送的意思。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今天这个公听会开完后，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你要的？我觉得其实撇开说大家情绪性的发言之外，然后其实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互相理解，那像有一些他们提的一些想法，我们其实会再回去消化吸收。那但是我们内部其实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其实可以把条文讲得更清楚更好啦，让大家觉得说，其实不会觉得这么冷冰冰的法律文字。其实我们也已经同步在作业了，所以其实大家在问说，我们会怎么做，我其实心里面就知道说，我们一定会拿这个不同的那个文字来跟大家讨论。那如果大家都还是有很有争议，我们一定会再跟大家做说明讨论。我们局这样子公听很多次是很常有的事情，对。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人反映说今天好像都是权利人过来，对，那对于那些利用人来说，你希不希望他们就是也可以？没有错，那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今天看起来是确实多数都是权利人啊。那利用人会不来，其实很简单，因为利用人都是散户。他被告了以后，他就出现了。那利用人你要怎么让他来参加公听？第一个，他可能觉得我目前没事，我可能就不关心了。那第二个，著作权法本身就是高难度的一个法律，所以他要去了解，他其实困难度也很高。那这样的意愿就不容易。可是，一旦发生案子到法院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那所以等于智慧局其实要常常去想说，权利人可以保护，但是利用人也不会让利用人觉得说动不动就会被告。那台湾著作权法其实有一个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就是说很多国家著作权法的保护都是走民事责任，可是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著作权法好像侵害了就是告到法院去告刑事责任，可是这个明明是一个经济的权利，所以这个其实是台湾是非常困难的啦。那权利人当然也会抱怨说，因为走民事权利其实得到的救济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就都会走刑事。但是走刑事这个其实其他国家都不会这样走。那所以假设大家都是走民事，你去跟他讲说这个要钱那个要钱，其实大家就觉得说顶多就是要钱而已，花钱消灾，对，顶多就是付钱而已。可是你如果认为这个都侵权那个侵权，其实在台湾现在最不好的就是说一旦侵权就是要被关。就是台湾这个有一点很难处理的原因是在这个里面。